彰化县政府与埔心乡农会20日共同办理精密芒果评鉴暨推广活动。县长王惠美与埔心乡农会理事长巫建次共同为埔心精密芒果代言行销，呼吁消费者与企业团体多多采购，支持彰化优先芒果。发现到大家跟咱在地文化，咱的这个客家做一个真好这个结合哦。啊，咱拢知咱的这个南彰化，特别是咱埔心人情哦，欢迎这个口音，会使讲是咱啊客人的这个大本营哦。那有法多跟咱的产业、跟咱的文化做一个结合，非常不简单。破阿声，搁跟咱总的搁加鼓励一下，真的。啊、我看咱的这个埔心农会哦，办活动一年比一年更加进步，一年比一年更加精彩。咱的这个啊芒果哦，过去咱的这个种的常常烦恼讲哦，咱的农民心情无好，所以呢，甲咱的山啊哦，做足多足多这个附加的这个产品哦，有果冻啊，有咱的这个冰棒，今年更加无同款。哦，迄冰棒哦，是那出规片山啊拢落去的哦，所以讲即卖已经销2万外支啊吼。哦，即、這个做袂富袂啦，婆阿先搁甲咱即个种的吼，搁甲鼓励一下。啊，咱的芒果季活动除了推广我们新鲜的我们芒果以外，还有我们的芒果冰，因为芒果冰，还有我们的芒果干、芒果酱，哈，这等等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芒果能够让消费者能够知道，来吃到好吃、安全的蔬果，哈。啊，因为这个刚好，那呢报章杂志报咱的原味芒果冰，哈，所以我们的芒果冰非常大卖，啊，也希望讲咱有机会在。咱远方的消费者来到咱埔心乡，来不只讲来看阮的山啊，食阮的山啊冰，过来看阮我们这个客家双所办的一些活动。三密乡精密芒果评鉴活动，共有40名优秀农民参与评鉴，邀请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等专家担任评审。果农涂丽美以果形、大小、色泽、外观、果肉特色、风味、重量及甜度评分拿下冠军。这芒果哈，也栽种哈，就是爱来蔬果嘛，啊，来采非常重要哈，啊，来包装套袋，哦，啊，佮每一日吼，拢看到袋子比较脏，就佮改换袋子，要细心的改客户安尼吼，小小心心。我们这回冠军，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果肉还有这个，低度达到19度，也最高是20度嘛，我们是19度这样子。三密乡精密芒果推广活动现场还有精密芒果冰棒、果冻、香肠免费品尝及有机肥限量送等好康大方送，吸引大批民众前来品尝采购，提高埔心精密芒果的市场能见度及曝光度。公益频道林俊明埔心采访报道。